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，3月27啊，我是瘦成一道闪电的老赵，然后今天我啥也没干，就一直在家里睡着，睡到现在，然后还洗了个衣服，但是衣服的话，洗衣机完全不会用啊，打不开啊，不会用这个洗衣机，然后反正看了看说明书，说好像在程序结束之后的2分钟，你不能中断它，否则就会锁起来。然后我就又重新打开，再甩上几分钟，然后静静等它弄好了再拿出来吧。这是题外话。然后介绍一下我们志愿者的情况吧。啊，首先道个歉。第一点是，你们看到视频都是好几天前的视频，我平常挺累的，每天早上起来7点我要出门，然后自己坐有轨电车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去中心。当然也根据任务不同嘛，有时候也是去安东家里面。安东这家伙早上起来6点就给我发信息，很讨厌，我就多睡一点都不行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吧，哎，我去了他家以后，他还在睡着觉。他说："哎，我早上起来，我们8点见面哈，我等着你。"然后我到了去了他家以后，9点他才睡醒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家伙。然后还想说什么来着？今天的话，本来是要去给老奶奶送东西来着，但是我左侧脚的脚后跟太疼了，走不了。然后今天就在家里面睡一天嘛。然后，本来昨天答应安东来着，今天没有动。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，我晚上睡哪吧？睡的地方一共有四个，一个是我和大厨高丽嘎，然后住在一起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高丽嘎的兄弟，他的那个房子。还有就是安东家，也不是说安东家吧，安东那个点儿。然后还有是中心。如果是我和高丽嘎住一起的话，晚上就可以吃好吃的了。然后，但是因为住得很远嘛，离市区很远，所以说基本上是第二天都是去做什么维修一类的，药品一类的。然后他兄弟的话，那就无所谓了，就是和这个点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。然后安东的话，安东住在他家的话，是第二天要去送，给那些农村里面的老太太送东西。如果是在中心的话，那晚上我们还要巡逻，分成4小队，晚上巡逻。巡逻的话，就防止有人进入中心嘛。然后第二天的话，主要是搬运物资，因为是中心嘛，所以说物资很多。就大体上是四个点吧。四个点的话，今天大厨去安东那儿了。刚才还给我发张照片，他们在吃东西，气死我了！那个鸡腿是我送的，我在的时候他们不做啊，我今天没来他们就做了，还特意给我发了。然后今天我吃了4片面包，然后喝了很多的水，因为我大概喝了将近3升到4升的水吧，因为我左侧的肾到。左侧睾丸那个疝性区域一直是有闷痛、钝痛，然后昨天和一个医师阿姨嘛，医师姐姐聊天，她和我的判断差不多就是结石嘛。结石的话，不过好在一没有感染，第二的话没有出血，第三的话它只是钝痛，是吧？没有特别刺痛。然后我就今天一直喝水，一直喝水，然后争取通过大量的排尿把它给带出去吧。好歹还是初期的。还有什么来着？我想想。哦，对，刚才不是说骗人的事儿吗？对，前几天的时候有希腊的人找我说想要领养乌克兰的孩子。我基本上就是说啊，行，同意，我帮你问问。其实我压根没问，因为我
就不信任人家吗？不过现在我想一想，好像是我有点不对，就是我当时虚与委蛇的，做的方法不太好。我当时为什么就是，就是表面答应，然后背地就根本就没有去问呢？就是因为第一，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人贩子，然后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变态，酗不酗酒，吸不吸毒，经济状况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变态嗜好爱好。还有，你要是想领养孩子，你得来乌克兰一趟，我得亲自和你见一面。而且以后孩子如果是真的被你领养到希腊了，你至少每个星期得给我打电话，而且是视频电话。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，一个香港的小姐姐，就叫她兰姐吧，然后给我说，也想帮助两个乌克兰小姐姐，小姑娘。然后我就很气愤，为什么小男孩就不行呢？你这性别歧视呀！反正也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吧，就非得必须要等战争结束以后，你拿了你的个人信息、详细信息，然后至少来乌克兰一趟，我们至少见个面才行。否则的话，你只要一张嘴，我就把孩子给你送过去，开玩笑呢。所以说，有些想要领养孩子的，就等战争结束吧。战争结束，或者说后面停战协议真的生效以后，我去找，那至少得来乌克兰一趟。我们不清楚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拿孩子的未来就直接交付到你手上，开玩笑呢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说，抱歉了哈，之前的时候骗你，说那个会去问，我压根儿就没问。总的来说就是说，你要真想领养孩子，来一趟乌克兰吧，到我给你地址，来我们这儿。行吧，今天说的话就是这些吧。我今天洗衣服洗到现在，呵呵，根本取不出来，还有我的左侧脚特别的疼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工作。我们每天的话是早上起来7点出门，然后到晚上7点半左右回来，12个小时。反正只要是有空的话，就一直工作。早上起来10点会有一趟早饭，早饭的话大部分就是一个面包、一杯茶、一杯咖啡，或者是中午、下午1点的时候还有一顿饭。那顿饭的话，得看那个大厨心情吧。有的时候是意大利面，有的时候是大米，反正主要是看他们心情。对。今天大体就这么说了，今天没拍视频，之前视频也是存货啊，我单纯就是，真的是，我们志愿者工作本来就是很枯燥乏味的，难道你还指望我拍个穿着西装？请问一下，这个洗衣机该怎么用？我刚才乱点，然后运行了1个小时，然后结束了以后，打不开门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个型号的，这该怎么把门打？哎，咔的一声，是不是可以打开了？怎么打开这个门？希望观众朋友们帮助我一下。9岁，